如姑娘，你刚刚跟我的提议是认真的吗？当然啦。嗯，我知道了。你与小王爷约定了什么呀？我答应明天陪他去放纸鸢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招惹皇室的人啊？还有，我什么时候同意你去放纸鸢了？我不就跟小王爷放个纸鸢而已吗？这你也要管？废话，你是我的宠物，你做什么都得经过我的同意。你吃什么喝什么，去哪跟谁，都要经过我的同意。天哪，你不准我跟太子交朋友也就算了，现在连我跟小王爷放纸鸢你要管。哎，照你这样性质下去，我连朋友都没有了。有我还不够吗？与小王爷交朋友，才能乖乖待在他身边。喂，你说的有我就够了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怎么保护我啊？喂，看来贵妃真是心急了，三番两次派人来催讨鬼草，只要得到五色石，我就再也不用看着女人的脸色。对了，上次你说那个蜘蛛精曾在大理寺待过。是的夫人。那就没错了，东西一定是在他那手。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这五色石必须得给我抢到手。一颗五色石要练不老丹药可不够。遵命。才几天怎么就出皱纹了？去给我找个像样的姑娘。是。